UV 燈，見到燈啊，咁咧就係、是可以殺到呢個細菌噶啦嚇。呢一個空氣淨化機不得了啊！首先佢好輕啦，又好細杯啦，好似個杯咁細啦，佢可以集三樣嘢於一身，就係呢個有個呢度有個嗰啲叫做咩咧？活性碳濾網啦。跟住佢就你知道活性炭濾網就係啲灰塵啦，跟住咧 UV 燈，見到燈啊，咁咧就係、是可以殺到呢個細菌噶啦嚇啦，用 UV 燈殺細菌，同埋佢釋放緊負離子去淨化緊空氣嘅。咁喺架車度點用呢？只需要插 USB 線，再插喺即係啲車嘅供電位，咁啊擺喺啲杯即係杯嘅位置，或者擺喺車頭咁樣咧，其實成個空氣啊或者淨化嘅時候咧，係會令到我哋覺得好安心㗎啦，非常之好啊呢支嘢。